等很久了。对，我今天也蛮开心，因为我也是全部就是大家的配音一起看到，是这样是是，已经看完这个电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除了自己说老王卖瓜，当然一定说好看，可是你看完之后，你以旁观的角度看这个《动物方程式》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会想要接这个，其实就是看到他们的那个树懒的片，是。然后我那时候还蛮巧的，就是汤姆哥就跟我说，哎，迪士尼有想要找你这样，对，然后我就说，该不会是那一部吧？是。然后他就说，对，我说我要接，就要接，因为这真的太巧合了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因为你已经出道二三十年了，但第一次呢来担任这个动画的配音，对不对？是你吧？很多事你都做过了，对不对？连电视剧你都演过，可是却是第一次配音。后来他们就跟我说，原来就是这个巧合。这个蔡依林才小小，但是很努力奋斗，很有志气。我还没有真的试过。是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马上去指挥交通，立刻去。还没有试过。因为这个哈朱迪是那种哇，小小个但不怕死的那种哎。哦，你呢？你呢？我希望也可以成为他这样子这么的，是这么勇敢的。了解，但是在有。